东汉末年，皇权旁落，汉室衰微，宦官。此番受称酬绩，今岁好，好啊！我等辛苦劳作，总算上天垂怜呐！这失心人无论说些什么，这是何意？而这痴傻说些什么恶言？罢了，罢。哎，不知李正可有何难处？古人云，只是此。李正且宽心，我等。小叔，嫂嫂，有何吩咐？秋收劳作不，我等。嗯。回背，找上头。老丈，家中先生如今乡里尚有。大兄，
平日习武，也是。辱这顽童！哎，周兄，切莫冲！啊，大奶，我大如海，打铁。刘叔，哎，哦，蓝地家秀才，蓝地督。这自然。周兄。周兄，我出言在先。阿姑，王孙二，老周也忒小瞧俺等。赵家小子，由你攻来便是。接我一剑！好，好，阿云，请。你这双臂颇长。不瞒。射术要领，既然射箭，总需先寻一目标。云姐受教。地狱射箭，所谓闪地，若不懂这，连发时，大箭矢之地。快，快去取些药来。真贼！我周兄且忙，云这就云。
见过长老。阿俊，云兄，蓝兄。阿娟也听。我也非兄。归味甘而重，补血温漏。阿俊，我正是我平日之两位兄长不阿娟正直情，他本我等自是今日方知是啊，那处便是甘，这山谷阴处较之阳坡，果然
这么多？阿君，兄长，是狼。兰弟可莫说道。兰弟，阿君速去。不可，速去。莫行险地，云兄，这条小路我认。山神祠。
儿的命不好，莫管，钱交出来。匹夫，走走，你在恐惧吗？